是不是紧张啊？没事儿，我都已经提前咨询过了，无痛的。我还买了一只老母鸡，晚上回去给你炖汤。对于一个公司而言，我豁出命的努力，也不过是个最小的代价。但是对于一个新的生命而言，我却是它的全部。 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很难过，但既然已经做了决定了，咱就不要害怕了。你现在想好好抓住事业的机会，我支持你。毕竟在工作的时候你才是最快乐的嘛。而且虽然说40岁了，但现在人的身体素质都好，以后要是想要了，我们也还算年轻。 你呢？你一点都不难过？有什么好难过？没缘分呗。知道你怀孕了，我是觉得我还挺喜欢小孩的，但是他肯定比不过我对你的喜欢嘛。所以只要你开心，怎么都行，你不用考虑我。停车。 靠边停车。干嘛？一眼就看中你了，直觉告诉我肯定是个女儿，她肯定喜欢。许耀这个大嘴巴，你是不是因为看完了这个，你突然间变得这么焦虑，情绪低落呀？ 你不用考虑我，我这人情绪过得快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去逛街吧。什么？不是，约好了去医院的逛什么街啊？去逛逛母婴产品呗。我有预感，会是个女儿。我们去给她买点衣服。 真的假的？去不去啊？不去我就反悔了。去啊！这就去。错的是我吗？ 我们要生活呀，我不斤斤计较怎么还钱？怎么攒钱过日子？梦想，我头一次知道这个词另一个含义是自私。他有了梦想，他就了不起啊！他有梦想，别人就要为他的梦想吃苦吗？我省吃俭用，我不是为了给自己买包包、买衣服，我是为了我们将来的生活。可是他说我可怕，我可怕吗？可怕的难道不是他吗？ 林念欢，现在的赵昂，你不能忍受的缺点是什么？自私、幼稚、没有责任、没有担当。好，那你当初为什么会爱上这么一个人呢？他当初吸引你的，不正是不切实际的做着歌手梦？他看上去充满了自由，充满了梦想。 充满了浪漫的勇气，充满了你的向往吗？如果我当初知道有一天你不会用欣赏的眼光看我，我不会去找不着你。如果当初知道有一天你不会再支持我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我不会选择开始。
我当初知道，有一天我们两个的生活会变得斤斤计较，连我请同事吃一顿饭都要经过你的批准。我不觉得这是惊天动地的爱情，所以是我变了，不是他变了。嗯，你现在说的他的那些缺点，也许。 正是当初吸引你爱上他的优点。吴凡，是你变了，但是你没有错，他没变，他也没有错。那到底是谁错了？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？你赶快告诉我，到底是谁错了？是生活吧。 也许是时间不对吧，就像我和徐瑶，在我渴望安稳的年纪，他无法给到我安稳。如果3年前的我是现在的我，那我们就不会错过这3年了。哥，我错了，来，坐坐。 我兄弟啊，很爱他妹妹，但你放心，今年他不会打你。从小到大欺负我妹妹的，没有一个是我没打过的。你打我吧，替他出出气。干嘛呀？不就吵个架吗？不过了。真不过了。 你早干嘛去了啊！你去接怎么跟我说的？你现在给我摁！哎，你摁！哎，徐勇，我还爱他，我只是不爱现在这种生活。我没有目标，我不知道我每天为什么要去床，为什么要去上班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努力了。 我努力像那些地铁里的男孩子一样去奋斗，可是那不是我，我不快乐。那林建欢就快乐吗？松手，林建欢就快乐吗？他跟你之前过的什么样的生活？跟你之后又过了什么样的生活？他有说过一句不快乐吗？你欠了钱，他帮你还；你没钱的时候，他给你钱花。 你父母骂他，他还得受着。他甚至跟我说，让我等等你，说你还小，说男孩子成熟晚。可你呢？你在这给我摁！徐瑶，对不起，可是我没有办法，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 我把我的梦想弄丢了，我想把它找回来。我给不了他要的那种幸福，我想要他。分啊！赶紧给我分！我警告你，你今天走出去。 你永远不要再见他，因为你不配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俩都冷静冷静啊！听我说句话，可能我这话呢有点不合时宜。我那钱你们俩谁还？毕竟我也要当爸爸了，我也没钱呀。 睡了，嗯，你还好吧？想哭就哭出来吧。李念欢那个年纪啊，喝了酒哭，还有点可爱；到了40岁的年纪，喝了酒还哭，那是狼狈。那接下来呢？什么打算啊？陆总呢，给我上了一堂课，这堂课的名字叫自以为是。我的孩子也给我上了一堂课。
这堂课的名字叫包容别人。我也是怀了孕才知道，原来啊，会孕吐，会腰酸，会焦虑，会反应变慢，会体力不支。可那个时候，我并没有把这些包容给 Linda， 而现在，陆总也没有把这些包容给我。我自以为能带给我安全感的事业，最后也一点都经不起考验。接下来啊，交接工作，然后辞职。我都卖了这么多年的命了，也可以沾沾孩子的光，好好的放一个长假，等待他的到来。这考试前呢，都得复习功课，更别说当妈妈了。要做，我就要做到最好。干嘛呀？这杯我要替你喝了。李念欢和赵昂分手了，我去和许瑶复合了。这故事的开始和结局，怎么背道而驰？对呀，偏离目标的变化。那我们就看看这些变化，到底能不能带我们找到幸福吧。各位股东，我们已经收到了唯一派发来的正式的收购邀约，所以今天召开这个股东大会，就是想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，对于是否接受唯一派在此刻收购我们繁星进行一个投票表决。徐啊，我想你把我们找过来，那就说明你已经有了打算了，是吧？两家公司互有优势，可以共谋发展，同时也可以避免因为长期竞争所带来的彼此消耗。但是我打算先拒绝他们的收购，我要让王峰过来主动跟我们谈和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边打边谈，直到他们答应我们开出的所有条件之后，再进行两家公司的联姻。你的条件是什么？除了条件，你的筹码是什么？那我就先说说我们的筹码。在我看来，我们最重要的筹码是大家都要抱着视死如归的决心和勇气，要坚持和他们打下去，也要让他们觉得怕。只有这样，唯一派才会觉得我们不是任人宰割的小白兔。因此，实体店要继续推进，打价格战我们也不要怕，这都是我们的优势。同时，我还想投资研发数字模拟化穿搭系统，对于我们整个繁星的业务进行升级，这同样也是我们的筹码。投资还要和唯一派那种大公司打擂台，风险太大了。许耀，凡事都要有个度。我欣赏你的豪气，但是继续投钱造成亏损，那就是个无底洞啊。而且这只是你的想法吧。苏毅和老苏总他们是大股东啊，所以今天当着各位股东的面，我还要宣布另外一件事情：本人将辞去现有的职务，只保留10%的小额股份，其余的股份我将全部卖掉。未来的繁星会在苏总的掌控下继续前行，如果苏总同意的话，我将永久担任繁星战略发展顾问一职，继续辅助好苏总运营繁星。你疯了？你退出？我还记得繁星从对面的小破楼搬到这里来的第一天，我对他确实是充满了无数种美好的期待，
但是时至今日，我和苏总之间确实也产生了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纷争。我创过业，所以我深知，当我跟他心不齐的时候，繁星的未来不会好。因此，我选择退出。而我在这里，只是希望各位股东能够在我任职期间，陪我打完和唯一派的这场仗。因为只有我们打下去，只有我们打到让他们怕，各位股东的利益才可以得到保障。那你呢？你保证了所有人的利益，那你呢？我缺钱呢，股份溢价了，我才有钱呢。大家看一下，我手上的这份呢，是我穿了唯一派的衣服，产生了过敏，去医院检查的体检报告。而这一份是衣服的检测报告。我今天想跟大家说，我曾经想要维权，却得不到唯一派任何有效反馈的经历。喂，王总，现在影响还在不断的扩大，有用户进了群，搜集关于使用唯一派期间遇到的各种问题，而且在我们负面新闻不断冒出来的时候，繁星正面舆论恰好就出现了，这明显是繁星在背后搞鬼呀。这样，先让公关部处理，立即处理。开发布会，对用户道歉，商量赔偿事宜，我马上回公司。怎么了？唯一派因洗户标准不达标上热搜了，带动了繁星的关联词。光谱营销以路人的身份在网络上发表了对两家好感的对比投票，我们以压倒性的票数赢了唯一派。知道了，去吧。我是徐耀。是你们搞的吧？什么搞不搞的，不要说那么难听嘛，王总，正常的商业竞争而已。说吧，你们要什么样的条件来同意我们收购？王总，收购让你们来控股，这个绝对不可能。你们可以选择和我们公司合并，各自独立运营，股份置换，交叉持股，让我们繁星实行 AB 股权架构，以此来保证话语权永远掌握在我们苏总的手中，同时扩大期权池，来保证繁星创始员工的利益。我们会让出三个董事会席位，以此来换取你们唯一派两个董事会席位，分别由赵总和我们的老苏总来担任。许耀，你心也太大了吧！这是我能想到的两家公司双赢的最优方案了。如果你觉得可以谈，那我们就继续谈；如果你觉得谈不了，那就继续打。徐耀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你在繁星已经失去了话语权，和我们打，你的投资人和股东同意吗？我们现在正在召开股东大会投票。不好意思啊，王总，分化股东这一招应该是没什么用的，因为就在刚才，所有股东一致举手，全票通过了我的提议。以后我们可就是一家人了。合作共赢，我们都要感谢推动两家公司联姻的总工程师徐耀。徐耀，
总部很欣赏你，提出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可以来唯一派主导研发你设计的数字传达系统。谢谢。今天的晚霞好漂亮啊，是不是？林建欢，你们先走吧。嗯，拜拜拜。嗯，这20000块钱你先还给郝真实，以后不要再省吃俭又不吃饭了，对身体不好。欠条，赵安欠李念欢13万块，3年内连本带息分期还完。若不还完呢？接下来呢？你要是还不完怎么办？我后面还没想好，但是我肯定会还你的。那20000块钱怎么来的？我不是学了摄影吗？我给我爸妈拍了一套婚纱照。按市场价钱收的，而且我跟他们说那是我的梦想，我想用那套照片说服他们放我走，他们让步了。那你接下来打算去哪儿啊？接下来具体的我还没想好，不过我想去西北。西北你知道吗？那儿有冰川、翡翠湖，还有沙漠、无人区、丹霞地貌，还有草原。我呢会在那儿一边走一边在路边卖唱，然后用我的相机把沿途的风景全都给拍出来，印成明信片卖出去。我还要住当地最便宜的客栈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那儿有不同的各种奇奇怪怪的人，然后大家坐在一起畅聊自己的人生，是不是很爽？对不起啊，你是不是觉得特别无趣？没有，我觉得你特别酷。酷我倒没觉得，也许每个人成长的方式不一样吧。有的人通过职场，有的人通过失去，有的人通过成功。我呢，就是想去看看不同的世界，在生活当中找寻自己的力量。我爸妈经常说我，说我做的都是没有用的事儿，可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，如果每个人都去做有用的事，那美呢？谁去发现？啊，对了，我涨工资了。我现在一个月的工资是8000块钱，因为我写的那个公众号一下子多了好多粉丝，而且接下来也会有广告的提成。我和我公司的同事在公司附近租了一个大开间。我们俩一人一张单人床，很便宜。我知道，因为你的公众号我每天都会去看。林念欢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你就是最棒的，你一定会发光发热，会有属于你自己的天地。你很棒啊，你一直有勇气去做不一样的事。我等着你寄明信片给我。我们两个当初在一起的时候，后面一直在吵架，反倒是现在学会欣赏彼此。感情这个东西，
还真挺奇怪的。不是的，你一直都很欣赏我，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李念欢，谢谢你。你说我会后悔吗？我的意思是，我这个年龄，大家都在为自己的梦想奋斗，而我却还在出走，做着不切实际的梦。管他的呢，你才15岁啊，就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儿吧。至于后悔，就留给30岁。这个是你谱曲我写的歌词，我已经写完了，送给你。那先走了，你微信别把我删除啊，我还要给你发沿途的风景。那你保重身体，注意安全，好好卖唱，好好拍照，好好卖你的明信片，还我钱。李念欢，如果3年之后你还没有，怎么了？你说呀。算了，不说了，抱一个吧。
我们终于走到对面来了，我打算在这里啊安排商品部，商品部的那些买手们就在这里挑选漂亮的衣服的款式，然后这块留一个摄影区，召集上架的衣服呢就直接在公司可以拍。这边，这边是技术部门的程序员，让他们理好看的衣服稍微近一些，每天看着漂亮的衣服提高一下自己的审美。 同时呢，也更好的可以跟那些买手们去沟通啊，衣服上架的版面。这里一定要帮我安排几个温柔漂亮的客服小姐姐。不到48小时，我们发放的520万代金券被抢购一空。繁星成立一年以来，我们终于等来了用户增长的第一个爆发点，700万现金流已经入账。 这批衣服是要放到繁星首家实体店里展出的，款式一定要独一无二。你千万把好关，筛选三轮才给我。一块拍的活动就不做媒体报道了，慈善是慈善，宣传是宣传，还是分开了，免得落人画饼。还有，这个活动就当做每年的例行捐赠来做吧。 还加班呢？要走了。送你个礼物。什么礼物？你以后呢，就是繁星的船长了，可能会度过无数个孤独的、难熬的夜晚。我拷了几百部动画片，在这个 U 盘里，应该够你看的了。 我本以为让你失去繁星是对你的惩罚，可是我现在才发现，曾经的你承受了多少孤独和多少害怕。你要是觉得孤单的话，就看看这些动画片。所以，我希望你可以永远记得自己的初心，永远相信自己，只要你想做好的事情，就一定可以做得好。 我的初心，我都忘了我的初心是什么。让这个城市里孤独打拼的女性
盛装出席每一天，让每一个员工因为自己是繁星人而感到骄傲。走到对面来了，徐昂，你希望未来的繁星是什么样子的？我希望它，无论是发光发热，还是衰败没落，都不要有难堪的背叛，不要去改变每一个员工的家庭轨迹，哪怕是告别，也要好聚好散。你做到了，是吗？就算告别，也能好聚好散。还有一句，不要去改变每一个员工的家庭轨迹。就拿赵伟来说吧，大宅男，技术控，什么都好，只有一个缺点，怕老婆。因此呢，当公司发福利的时候，你永远要记得，要给他老婆多发一份。顺便附上一张字条，上面写上：“感谢你一直以来为我们繁星付出的一切，繁星因你更美好。”你放心，这一招一定有用啊！技术部门不能没有他，有赵伟我才放心，你也会更放心。然后呢，是我们公司的客服部门。说实话，他们是最辛苦的，每天坐在这里打电话、发信息、安抚投诉、耐心回答问题。做的是最基层的工作，所以公司发福利的时候千万不可以亏待这些人。好，知道了。接下来啊，你懂的啊。赵婷姐姐，全公司里最八卦的就是她，任何消息只要她知道了，全公司就知道了。因此你对任何员工有什么想法，千万不能让她知道。如果你要再招人的话，我希望你多招一些像王毅那种。梦中模样，令人皆大微凉，一颗心还不是像风一样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嗯，要不陪我看部动画片吧，以后就我自己看。他在楼下等我。那走吧。所以你记住，无论以后公司压力再大，都要睡个好觉。如果遇到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你随时发信息给我。小股东也是股东啊，应该去承担责任。放心吧，快走，走吧。我终于可以休息了，徐瑶，我们
什么时候可以去北海道看大雪啊？哈尔滨怎么样？可以，哈尔滨也行，北海道也行，下雪也行，不下雪也行，有你就行。有的时候想想自己，真的是挺失败。十多年过去，我还是没有能力让对面的任何一盏灯可以为你而亮。曲瑶，你又回到了我身边，我心里暗淡下去的那盏灯，长长久久的亮。心跳被波澜乱成一团，随着你的出现，神色淡淡，天光昏睡了一半，心太懒懒，全世界都在旁观，只有我的脚步在追赶，不知疲倦我的心心念念。 I'll say hello, the little thing I know I know，不敢开口，怕破坏了节奏，我心已失守。 I'll say love you, the little words I know I know, 只怕还没开口就被你猜透，拒绝紧随其后。色淡淡，天光昏睡了一半，心太懒懒，全世界都在旁观，只有我的脚步在追赶，不知疲倦我的心心念念。 I'll say hello, the little thing I know I know, 不敢开口，怕破坏了节奏，我心已失守。I'll say love you, the little words I know I know, 只怕还没开口就被你猜透，拒绝紧随其后。 I'll say hello, the little